身为一个女飙仔，当然要上车飙一下，在这个灯塔看过去很幸福的 view。 哇，好美的，超级好吃，一年四季都好适合来这边。不知道我今年的运势是大吉耶。周游 Japan 每周六深夜12:10，敬请锁定华视频道。